12月23日消失的数字艺术品是专业保姆登场，初始技能是提升 EQ， 情操教育，提升我方群体成员的 ATK 和 DF。 Coser 喷子的魔术师也将登场，此外还会有排行榜活动特卖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